这是狮子啊、哦。我想拍。你想拍啊？等一下。都干掉啦、啊。这个应该直接就少。喂，哦，快点，树一样高了，有、哦、跟树一样高了，手举起来，嗯，摸到树顶了哈。哦，你看这一棵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它旁边可能都是它的种子长出来的吗？还是是它那个树根长出来的？这一棵，这小 baby 呢？小 baby。对呀、啊。小 baby 的。怀恩的。天秋季节。我们去那边喂，它在孵蛋，它会过来吗？我们过去另外一边好了。另外一边天鹅才会过来。等一下。哎呦呦，它要飞上去啊！天鹅飞上去，你不是要去喂天鹅的吗？来，爸爸。背光。好。这边太多树叶，它分不清楚土司还是那个。猫咪来了，你先丢这个看。来来，你看那只天鹅在整理它的羽毛。哎，有人靠近了，不可以靠近，它在叫，对不对？看那个人要靠近他才是叫的。姐姐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，姐姐。他的尾巴，你看他的翅膀。他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他听到奥特曼声音，他不喜欢啊。哎，你看，他们两个在讲话，姐姐。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换我了？你孵太久，太辛苦了，换我了，对吗？”洗手没有？走了。梅花，我看得到它的幕布。梅是幕布吧？
水梯了，哇，已经排了好长哦，进去要五十分钟的那个。插管子。对啊。啊，他想要插队。啪啪啪！啪啪啪！沙拉比，信啪啪啪！木法沙沙拉比，信信啪啪啪的嘞。对，信啪啪啪。木法沙沙拉比，信啪啪啪。是这样唱？没有，我教他们的，因为不晓得他们在唱什么，我就把他们的名都串起来。木法沙沙